How to Win Matthew， 好，今日是九月八日星期五。咁我上條片都講過啦，咁我就會將會嚟緊啲片喺英國拍啊嘛，冇錯啦。咁今日終於嚟到嗰一日啦。咁今日而家係九月八日嘅晚上八點二十分左右啦，八點二十分係啦。而家就準備嚟講啦，大家見到我而家呢個背景係機場嘅背景啦，就剛剛咧就已經做曬嗰啲。入咗閘噶啦，咁啊做曬啲海關啊、呢度啊嗰啲 checking 做曬啦，已經入咗去。頭先去埋嗰個萬寧嗰度咧，去埋萬寧嗰度買入境之後嘅水噶啦，同埋一啲日用品啊之類啦。而家就去緊，因為我哋個閘口咧，今次就唔係大家如果坐熟悉坐開飛機嘅，只都知道有經驗嘅。不是這個四十樓下的，我們在差不多六十幾號，所以我們要坐車去，是的，大家都認得了應該，咦，是的，是不是很似曾相識呢？天花板似曾相識了，是不是呢？給我拍一下右邊先，這些店鋪啦，都變了了其實，因為我幾久呢，其實我三年多少少沒飛了，從第二波的時候之後到現在都沒飛了。咁就真係三年幾噶啦，啲時間都不經不覺過咗啦。好啊，咁我哋而家去咗嗰個坐嗰個貨車閘口先，或者再睇下有冇啲咩買，之後就準備坐嗰啲機場嗰啲列車去啦。今晚嘅機咧，講翻今晚就10:15 flight， 咁就。飛咗上天應該都接近，可能計埋排隊差不多11:00啦。去到嘅話就係你香港時間下晝嘅中午12:00，我邊係凌晨5:00，即係天蒙光咁早嘅，係啦。話一話翻俾大家聽啲背景資料先，係啦。啲日係啦，咁就去到的話咧都係休息一陣噶啦。咁我又會去到幾日後啦，幾日後都我會出一條影片講下我。去啲咩地方啊？同埋甚至喺現場嗰度拍當地嘅啲景點俾大家睇嘅。好，拜拜。